现在身上穿的这件滑溜衬衫非常的舒服，然后落单口袋，单的大口袋就是只有单边，然后呢它这个是做有点像滑溜的感觉，那一般的衬衫不太一样，对，因为 它这个滑溜而且它不易皱，对，然后重点是它是做的像飞鼠袖，那边是做像飞鼠袖的感觉，所以你里面其实如果你穿就是飞鼠袖衣服，它也其实也很好，就是套进去。然后呢，这边也是做那个故意是做一个固定的反折，那边是做一个固定反折，就是有设计感。然后是做七分袖，然后这个的话你可以单穿，然后也可以像我现在这样，就是呢它当罩衫，但是我是可以绑起来，看起来比例会比较好，然后也会有一个造型感。对，然后我现在身上穿的是白色，那它其实有点像 boyfriend 的感觉，就是它会有点像宽宽松松的，就是穿起来就是很有型，会有那种慵懒的感觉。然后它还有两个颜色，它还有一个粉色跟蓝色，重点是它这两个颜色都非常马卡龙色，所以它这两个颜色都非常的鲜明，然后非常可爱，就是非常适合夏天的颜色，而且今年都很流行这种很鲜艳的颜色。它其实这个蓝色有像 baby blue， 然后粉色的话就弄成饱和的粉，给你们自己看一下。而且它的版型也很好看，它就是做前短后长，一样做前短后长，然后下面是做那种就是这种可以让你就是扎进去，因为其实它这边是往前面做尖的，所以你其实在扎的时候非常好扎，所以你不管是单穿啊，然后或者是像我一样这样当外罩都很适合哦。我们也可以扣起来，然后扣有点领子。对对对，就像其实我现在也有一点就这样，就这样往后一点，就有点像慵懒的感觉，就是非常舒服，而且它这直角是很舒服，超级舒服，滑料极推荐。我觉得它这个是滑料界那个滑，对，滑料界小贝贝，就是各种材质都会有那个超级舒服的，就是小贝贝感觉哦。